新赛季知道用谁上分了吗？自己看，新赛季怀真很垃圾吗？这金雄真的厉害，我发现怀真整个就是个勾勾，真的。隔壁巅峰看，隔壁真的可以坚持下去吗？我看一下隔壁多少评分的元哥，好吗？当前赛季70评分，嘿嘿嘿，2-5-74-9-11.5赛季初这是什么重壮的元哥吗？8-9不死鸟杀斗篷是什么意思啊？有用吗？啊，国服元哥有用吗？有没有用？我问你，来看兄弟们，1500战绩，4-9-12-5-7有用吗？国服元哥，主播元哥多少评分给你看一下吧。你知道吗？这英雄玩的太恶心了，太垃圾了，谁都打不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版本射手都打不过呀。主播元哥这个赛季52评分，零胜率，打了2把就再也不想玩了。你看我20000，我2年前的裸分20000，兄弟，52评分，这是我这个赛季打过最烂的一场。我赵怀真100%胜率，马超6%，你看我马超生存输出拉满，但只是赢不了而已，是吧？不是我说，这版本元哥真不行。